粤语考试颜色篇第一题，当我哋形容红色嘅时候，我哋会讲 A 红橙橙 ，B 红淫淫 ，C 红当当。第二题，当我哋形容黄色嘅时候，我哋会讲 A 黄琴琴 ，B 黄卜卜 ，C 黄妈妈。第三题，当我哋形容白色嘅时候，我哋会讲 A 白星星 ，B 白雪雪 ，C 白卒卒。第四题，当我哋形容黑色嘅时候，我哋会讲 A 乌哩马茶 ，B 乌哩蛋糕 ，C 黑妈妈。